你超容易迷路的，林口龟山，全部都是建案。他刚说他们家 Google 没有更新，太弄迷路，林口也太复杂了吧？天哪、啊，我们的行李啊！我们不是只是要去合欢山主峰吗？你的东西。他说这个小背包是盥洗衣物。丁小雨现在人在林口，我们要准备上合欢山了。我们在 delay 了一个小时，都在寻找林口的路。先寻找我们的一个摄影师朋友，等一下要准备上山去拍照。好快乐哦！到了雾社，南投仁爱乡，我们来到了最终补给站。我们准备要在这里就是做最后的补给。野百合超商，好可爱哦，有这些东西，太可爱了吧！登山用品，我在冰箱看到有很酷的东西，什么叫做泡泡冰啊？这什么啊？我从来没看过哎，超酷的！好多登山配备哦，超多种哦，雨鞋好多，超多款式的，好，还有雨衣，酷！天哪，这还有睡垫睡袋。帽子的登山帽，好遮阳的一个帽子，超大。五岭到了，看日出的绝美景点，又来到了这里，好难得哦，在天气很好的时间，我们要这里来看会不会看到近100枚，好凉快哦，完全不热。我这个人从来不晕车，海盗船坐20-30次都不会晕的人，我刚刚竟然头好晕。好，来这边看一下大致，跟大家来讲一下地理位置哦。这边就是松雪楼，小雨之前都是东风这样上去的，然后这地方就是海拔最高的那个咖啡厅，现在的气候大概是这个样子。这个是平时的风云客运，纪念好水。合欢山主峰登山口，起登，4:44。今天背了一个45公升的包包，然后戴了一个新的登山帽。我们到了居民的玛雅平台，对，拍照很好拍。我们的山友嘉宾第一座百岳。这个地方没有指标，可是这个地方就是叫做玛雅平台哦。哦，期待大景，太可爱了！那么小的小朋友来爬山，可爱。沿着石壁长出来的植物，想要美照就要会爬山呐、啊。天哪，这样太浪漫了啦！哦 ，happy。5:35。再白墙嘞。心率下146嘛，对啊，他的初体验，验证一下自己有没有高山症。买这种登山外套，第一次在正确的地方使用。经过了第三个平台，快到了，好多非常白色的小花，啊，开了开了。拨云见日啊，皇天不负苦心人，等待是值得的。沙燕，到了，到了。
合欢山主峰海拔3417，耶！全部都收集完毕。参与了第五座百岳，入门级百岳的合欢群峰，合欢主峰，总算捡到了这一座山头了。因为上次来天气不好，超棒，开心。三等三角点 get。超漂亮的，太美了！这个云海今天真的太 lucky 了。哎，马上有云雾，可恶！刚没有捕捉到很漂亮的那一个。好，我要来去换衣服。我们今天上来就是为了拍美照，想要拍一个主播的照片，结果拉链忘了拉下来，变成长发，烫着长发。台湾特有种的金翼白眉。金翼白眉，拜拜。等待夕阳，超傻眼的美，超级漂亮的，看起来好像很温暖。我觉得好幸运，超漂亮的。我们现在都已经没有忙到没时间说话了，因为我们一直在用记忆体拍摄。好幸福哦，这一刻。哦，真的好美好美，傻眼，手真的没知觉，没感觉的手。大景，最后倒数一分钟的美景，赶快跟大家分享。好漂亮的夕阳哦，虽然说真的很冷，好美哦。你看我们现成的情侣档，好唯美哦，浪漫。因为我们两个朋友是婚纱摄影师，我期待我未来有一个男朋友或老公陪我来这里。又开了，又开了，啊，帅！我要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，因为我有个朋友呢，他是婚纱摄影师，他说他来了这里100次，然后过程呢不到5次可以出现这么漂亮的云海跟大景。我第一次来主峰，我好幸运哦，第一次来主峰就可以看到这个国际级水准，世界级水准的风景。天哪，台湾好美！哦，对了，我们有两位情侣是从国外来的，新加坡吗？带新加坡来朝圣的朋友，他们也好幸运，跟我一样第一次来这里。眼见为凭的美哎！超短暂的，等待美景好辛苦，咖喱笋哎，真正是咖喱笋。老天爷，可恶，都录不出来这种美。哇，所有都看到了，中大奖区。山下一定在下雨，山下一定在下雨。乐透了啦，签乐透了啦，我们今天那么幸运。你看月亮、夕阳、云彩，全部都录进不同时段看到的这个彩霞。哇，我告诉你，你看都了，超美的，上面这个彩霞超漂亮的。谢谢你是吗？不同时段、不同层次的变化，超级超级的7.05分，然后后方的云海持续的在发酵变化中，就是这样。如果没有来，你怎么相信真的可以看得到这么漂亮的地方？总而言之，我的合欢山主峰达成，我们现在要下山了。我们在7:30的时候下山，满天星斗，超漂亮的。就是拍不起来了，拍不起来。哇，好多人在拍星斗，尤其是刚刚那个玛雅平台啊，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夜景拍摄地点。Go！ 我们在8点的时候回来合欢山主峰登山口，我们在上面停留超久，因为太美了。合欢山主峰的初体验，我觉得这应该